谢谢谢谢阿六送的这个奶茶。期待刚期待一直想看我直播，来刷荧光棒，谢谢 Look for 我送的秋天奶茶，谢谢您送的巧克力，谢谢龙龙小哥奶茶送的秋天奶茶。我没有，怎么这说的，真的是，我早都知道了。你谢谢闲逛的月球送的荧光棒，谢谢小月送的荧光棒，谢谢李一之送的秋奶茶。你送一点东西，我还能喊一下名字。谢谢猫蛋送的九九荧光棒，谢谢。哎，我真的谢谢猫大送的第二个九九荧光棒，谢谢猫大送的 BJ 三个九九荧光棒，祝越来越棒，我们 BJ 越来越棒。哎，我真的是，平时谢谢味精世界送的77个荧光棒，谢谢你荧光棒。平时谢谢苍蝇想送荧光棒，我也想说话，我要说了。哎，平时跟我刷那么多礼物的人，也没有见天天催我直播。谢谢姑姑送的荧光棒，谢七加六送的荧光棒，还有一个谢练七送的荧光棒。那你提醒就提醒。我谢了勾的。那你去吗？谢魏姐哦，谢谢有病乌龟送的夜蝶，为什么？祝你早日没病。谢谢夜蝶。我没有。标准示范，想看我直播的，一直在想每天催我直播，你首先。你整动画给大家看，让大家快乐一下。你我觉得你每天可能还有就是能发一下这个言，对。谢谢夜点，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谢谢奶茶，谢谢轩 X 送的99个荧光棒，谢谢荧光棒，谢谢银仔的荧光，谢谢绿水钱送的荧光棒，谢谢冯龙送的巧克力。我今天只点了，其实只点了这么一个亮片，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又亮了。可能是光线的问题吧。谢谢轩 X 送的99个，谢过了。谢谢余味美来送出来的，真的是。谢其他人送的，你们把价格调成最高。叫亮死所有，不能说亮死，亮到所有人。有啊。真我让未成年刷礼物了吗？谢谢肖松时光送的5个荧光棒，谢谢念情梦送的这个的，爱看不看不爱看右上角可以出去，真的。我肯定要发，我发的话，我要是真的不想发的话，那我也两三天后面才发，我又不是。谢谢鱼月送的荧光棒，谢谢鱼月送的巧克力。我不是说让每个人都给我就是刷礼物，但是这个我要你在房间里面注意点言辞，说实话。我这个是丸子图，不是双马尾。然后我看对，是丸子粉丝，谢谢水星送的巧克力，谢谢空山送的荧光棒，谢谢七号送的荧光棒，笑得很小朋友。你们自己去翻你们最开始的翻牌。未成年，为什么不提倡未成年充值？未成年要好好学习。谢谢他小太太送的荧光棒，但也注意一下发言言辞。就我发胶，我就碰到一下这，对，今天一直这个造型，就是说。就像刚刚六六说的，你可以，你未成年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说明你不能，已经是一个合格，就是没有脑子，没有对，不能没有脑子。我相信就是现在啊，现在就是说教育类的那么发达，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有脑子。那也是有一直很甜的。谢谢七号送的巧克力，谢谢笨龙哥送的巧克力。甜我也是。每天跟大家聊聊天，然后我真正的粉丝们在跟我聊天，然后你过了十分钟5分钟点开房间全是在问直播吗？不直不直播，我又不是主播，我的工作又不是天天直播，每天都是你直播吗？你赶紧直播。我没有喷这里，没有喷发胶，我是喷了刘海，这个光线怎么？谢谢灯灯送的条，对，还吵起来，那我不知道我都。真的，我这段时间我都忘了大家正常的口袋留言板是什么样子。你不要大夸我，你不要尬我。谢谢天天开心送的夜蝶，谢谢天天开心的夜蝶，希望我们都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美好生活，每一天迎接美好的未来。谢谢踏雪什么送的巧克力。对呀、啊，你那天天，你看天天给我刷礼物的，确实是这样说，天天我刷礼物的粉丝都从来不催我直播。客气，什么时候这么客气了？送礼物还这么客气，大家能不能好好的做一下寒假作业？不
不是，就是本来就是说不要管嘛，现在上午会送的十个巧克力，你这么看久了，你真的很搞心情。你每次点开房间，那鼻子这个黑头，当时清洁皮肤，然后有微创，谢谢绿豆送的七十个荧光棒，谢谢绿豆，谢谢瓦尔登湖，谢谢瓦尔登湖的夜蝶，谢谢瓦尔登湖的夜蝶，希望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生活中少一点无聊的人，真的。谢谢你。谢谢什么小徐送的玫瑰花，谢谢他送的。我真的就是你这么看久了，你开始还好，也不还好吧，就是你开始，我感觉我真的要开始发疯了，你知道吗？我就是每天看着你要开始发疯，我觉得我快要疯了，你们呢？谢谢奶送的巧克力，这已经不是之前那么简单的那种感觉了，就日渐烦躁，是这样的。谢谢图图送的巧克力，谢谢晨曦送的玫瑰花，我已经快疯了，真我都不想点开旁边的留言板，但是我又想看大家给我的留言，就是正常的粉丝给我的平常的留言，我也想看。真的。好卷呀，好卷。我没哭，怎么可能哭啊？我只是有点想。谢谢一串树子送的52个荧光棒，谢谢。谢谢公子送的玫瑰，就是啊，真的会烦躁。就是你去怼了吧，然后有些人就是谢谢有些人送的玫瑰，就会说你又下场，你沉不住气，别人好多前辈也会经历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老下场，什么兑现，什么没有，就是很小气啊。那我忍不了。我没看，我是你之前，就算你之前在房间，你们说对，房间都有这样子的说话。我们两个在这儿也认出来。我要开始发疯。我真的，谢谢威奇送的17个巧克力，我真的。然后发，再发个超话。谢谢七号送的巧克力。就是现在看到，就是直接就，今天还有一个我人直接就是很多人不懂，他直接在问，就说大家没什么没见过世面，连电台都不知道啥的。谢谢齐浩送的五个金刚，我真的觉得就是，具体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你去搜一下快手上面，现在他们全部在乱写哦东西，你们知道吗？什么黄轩琪的佣人，然后写了一堆很大的明星的名字，什么然后什么，就真的那些粉丝不生气才怪，是我也会生气，如果上面有我推。谢谢踏雪飞鸿送的巧克力，真的你们该去看一眼。谢谢孔送的七个荧光棒，什么黄轩琪旗下的艺人，然后一堆这个处理不了，他们年龄太小了，然后一堆很大的明星。我真觉得就是我直接破防，真的会救命！谢谢 LBJ 送的荧光棒。我现在真的会救命。所以他们那些粉丝年龄比较小的才会来骂我。你猜？我不会的，谢谢 IBYNN 送的巧克力。我本来就是今天挺开心的，然后点开房间，哇！谢谢有趣无趣送的巧克力。我第一天我又没让他们等我直播，我也说了我不直播，开心直播。什么第一天没等到我，第二天也没等到我，第三天没等到我，第四天我居然播了，好像谢谢公子送钱，好像我播是个错误一样。真的，谢谢踏雪飞鸿送的巧克力。我没有熬，还不算熬了。就他那段话说了，那段话说的好像我做错了啥，真的。就是你没有自己的生活吗？你没有我有呀。我又破了，我现在更破了。对呀，我不是一直在电台啥的，说什么九十点不播，每次都是凌晨两三点播，我又没让他凌晨两三点来看我，真的是。哎，怎么天天不在房间里面刷？什么时候能跳舞啊？什么时候能有舞台呀？什么时候？表演什么什么什么呀，然后每天看到就是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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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字，我看这两个字就 PTSD。 谢木槿，谢谢你木槿送的千赞，就是相信直播间有
就一直这么说，大家看看，你给一个动画，我还允许你在我房间说一句，什么时候开播？我羡慕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美丽，保持美丽的心情。谢谢齐奥送的啥巧克力？谢谢银器送的权杖 ，the c u r y 送的权杖，谢你权杖。祝我们都能开开心心，心平气和。你看，就是送我的还是这些人，他们从来不就是从来不催我。谢谢空念送的权杖，谢谢空念，祝你天天开心，好好学习，天天上，快快乐乐。迎接更好的未来，谢谢猫蛋皇冠，太甜了，谢谢猫蛋皇冠，祝顺风顺水，就是不要少，就是今年少遇到这种让人就非常无聊的人。然后谢谢刚刚绿水泉的奶茶和一串数字的礼物，还有谢谢野趣无穷的巧克力，我都没有破。谢谢其他送的一个嘛，祝大家正常上，就是反正我想。谢谢素也送了一个，我开直播，然后你们来干。来就是那些，然后来看，又不看几下，然后说的话又是你有 QQ 吗？你有啥的？什么？你有微信吗？玩快手吗？谢七六送的荧光棒。我祝我这些七六送的荧光棒，下里三这边送的荧光棒。你刷个小礼物，我还能念一下名字，感谢你一下，真的。谢谢七六送的荧光棒。说白了就是在这里。当然，未成年还是要好好学习，不要。找不到对。谢谢爱你三叔送的巧克力，谢谢七雨辰送的巧克力。但是。得未成年其实也不小了，能打字的，能来到这个地方的也不小了。谢谢沙叔送的时光送夜点，谢谢沙叔送的夜点。你看这个蝴蝶一样快快乐乐，祝我们都开开心心，就是少遇到这种无聊的人。能打字的我觉得都不小了，至少你打字出来的每一句话你都是能通过自己大脑思考的，真的。也不是八九岁的小孩。什么像？对啊，手机会，我会打字的时候我都会独立思考，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先不解送的荧光棒，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现在也直播间拉黑不了，我手没那么快，就是说，嗨，就是希望这个世界上的正常人能够多一些，然后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静下心来，慢慢的去了解。我搜不了 ID， 你们13、14岁那里放寒假了吧？谢谢秋皮送的巧克力。没事，大家举报就好了。我已经，真的，主要是没有我这管理员，还是我怂恿他去。没用，就是，也不能说限制人家发言吧，万一真的有真的好的人呢？但是虽然我现在目前为止看到的很少，就是说刚开始就是这么多人来的时候，我会想到就是肯定还是有三分之一，不能说三分之一，就比如说十分之，至少有十分之三的好人吧，现在看来只有十分之一。谢嘟嘟送的荧光棒，就是正常人。我教练哭了，因为这个，算了，你自己去问。我知道他的原因，就是小鱼。谢谢太岳飞鸿送的荧光棒，我没有哭，真的就是我感受到的就十分之一，到就是现在这么就好像十分之一也没有，虽然是有从那平台过来的。谢谢小别送的秋天奶茶，然后每次每周也是不同的面孔。不是圣诞，谢谢愉悦送的荧光棒。我说话结巴有问题吗？我就这样说话，我又不是不会说话。谢谢小张送的秋天奶茶，谢谢有趣无趣送的荧光棒。你要是你觉得
有问题你可以不看。确实拉黑了很多小孩，我知道他哭了，我啊已经今天在车上我已经跟他说过了，因为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朋友，但主要是就我因为我跟就是小鱼没有特别熟，我没有，就是这么点的两篇，虽然今天拍照完全没有看出来，那就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看吧，很悲伤吧，就是其实因为这段时间就是这么从头到现在一直看着好多好多人离开，比如说十月份的赛赛，然后到现在的圆圆，再见呗，但是也可以找他玩，但是我觉得不开心的事情真的能影响性的真的太多了，就两个很好，但是你们约好了，但是别人的影响你没法决定的，但是你可以决定自己开心，真的，因为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对，圆圆，哎，我眼睛怎么了？又黑又白，谁的眼睛不是又黑又白的？我知道他哭了，我就在他旁边。你们就是可以，如果就是在我这打字时间，不如去他直播间安慰一下，就是安慰一下溜溜，真的，安慰一下，也就是对。不点外卖了，我不饿，我不饿。但是肯定要尊重别人的就是尊重别人的决定，每个人决定。我之前也说过呀，就是哎，像212送的7个荧光棒，就是看着就是跟自己还非常熟悉的一个离开，就是这种感觉非常不好，就非常非常的不喜欢，就是离别。各自加油，对，你不如去安慰一下。然后我去看我们心平气和，对，心平气和的直播。环境变化其实还好，主要是环境变化，那也是其实也是因为熟悉的人就对变了。这有啥？你安慰他又不是安慰别人，对吧？又不是别人。我很不懂，为什么？能走的时候才会去，觉得可惜。谢谢风子送的夜蝶，谢谢你的夜蝶，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就是少被无聊烦心。对，谢谢蝴蝶。对啊，大家都是一家亲。谢谢初步送荧光棒。哇，这时是有个亮片。你们看看真正的眼泪是像这样吗？真的，你觉得这像眼泪？那肯定是必须会经历的事情。真的，只有离别才懂得珍惜，是这样的。真的看了太多，大家真的是这样子的。很多人都这样，包括我们自己呀，也是。或者是有些事情一定要等它发生了，然后才开始后悔。就最开始其实能预知到的，但是也觉得无所谓。但是你一定要等它发生了，就才会开始说那么多，说那么多。他跟我说，他是一直跟我有这个想法，我一直劝他。然后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肯定没有办法。如果我没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我没有直播，谢谢川素送的荧光棒，谢谢爱七送的荧光棒，他能把我的名字打对。然后他确实是上两周跟我说他，你不用懂那么多，但是你每天确实就是在经历这些事情，就是觉得他是开玩笑的，所以没什么。你是要经历这些事情的，你就不得不长大。看到他的房间才知道。我已经快无语了，就是有黑点，什么黑点？就是他其实是有想过坚持的。我鼻子上这没有办法，可能离别也是为了更好的下一次相遇。坚持的理由，我告诉你们坚持到啥，后面再告诉你们。
只能慢慢学会吧。其实很多人就比如说就是说什么，我只是觉得可惜，说啥来着，忘了我要说啥了。明白了，反正就这样。我也觉得这个衣服的图案，我们在一个我们还没有的话在四川，我们过几天会。谢小雪送的巧克力，但是肯定就是还是有太多太多的遗憾。我真的我会有些无语。拉黑。哎，就是你在房间里看到说什么？尤其是我今天不是说那个留言吗，说就是微博留言，然后直接说找一个很强壮的男生，就不说，说那七夕你找一个很强壮的男人吧，不够，我就是直接在房间里面这么说，大家的思想就也不是说你嘛，我是说很多人就是这种平台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嘛，确实是这样子的。就你刚才说一个什么，就什么一想到七七以后会便宜哪个男生，他就感到心疼。现在袁周琦送的是我是不是过了一年期，我靠自己，我是自己的女王。谢谢一串数送，一串数你还真改这个名字太多了，主要是就是短短一年的时间，哎。这一串数字送的玫瑰花，这 ID 真不错。可能你不经意的有一次公开，没事。谢一川叔送的玫瑰，而且其实今天他刷了荧光棒，我网上看了一下，我看到那种言论，我怀疑就是那个微博来的那个人的那个微博。我今天给公司说了，公司说找微博那边把他给让号给设备给封了啥的，我估计他又来口袋开小号。谢谢去送巧克力。他说的，我也不说的更不堪入目。然后我真的，我看来就是我的心里会受到一些影响和变化。说实话，就怎么说呢，还是希望大家。先生送的荧光棒，就是真的会，心理上我的心理上真的会受到一些变化。大家，因为我真的会感到，极其的恶心，然后。甚至反正就怎么说呢，我算在这里也不好跟你们说，我不好跟你们说。我发的是微博那个截图，谢谢公子送的啥送的没看见，就不是生不生气的，不是生不生气的原因，我没有生气。谢谢送三个巧克力，我没有生气，我是心理上会有影响。我觉得这种话就是这段，尤就是这种平台来过后，这种话当时房间里面不是有吗，就是说真的看得越来越多，我真的大受震撼。我现在尤其我这种想，我真的会想要自己虽然说要保持自己。谢谢嘟嘟送的荧光棒，谢谢苏女送的荧光，我但是我真的会在想会不会换个形象，这种人说这种话的人就会少一点。我是真的会有认真，真的有认真这样想。虽然你说要保持自己，但是我看到这个太 PTSD 了。谢谢苍井下送的荧光，你好啊，张子姐。我又不是对，我要拉黑人了。我每天都在动手指，拉黑人。谢谢困秋送的夜蝶，你好，谢谢困秋，祝你不困，平平安安。太多了，确实你怎么都会有人说，然后大家只有这儿卡了吗，没有吧，现在我会被影响，我没不理是可以，但是现在呢没有看吧，是不是问题，但是我真的啊我不想就是在这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种再多了，我真的会，
你看就连现在就是说直播间也老是有这种，然后更别说房间了，谢秋送的荧光棒就直接在我面前来讲这些没有意义，但是哎，你别说他们开学也有能玩手机的，对，他们会换一个好的，这个网络是没有门槛的。我觉得我的黑名单，其实我从出道一年就是到就是不圣诞就没有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拉黑的人不超过几个，就一个手指头数得过来。我现在满屏的黑名单，真的。就是我自己买屏的黑名单，也不是都是数字吧。拉黑你，到时候小心放不出来了都。谢谢九龙至尊送的64个荧光棒。不卡吧？主要是你封锁背后你还得一个一个截图发给代王，就是有点麻烦，因为你不能也不是一直看着房间，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你看，哎，我要拉黑，就是说每天我接触到这更多的言论就是这些。我觉得应该不同意，就是很多的，就是，而且我觉得他连道别的一个舞台都没有。我不喜欢男生，行了吧？哎，好烦呀、啊！我真的我要开始发疯了。那这样，我9月份过生的时候，他叫我跑来北京了，然后还我不是侄女，周知。我真的要这样，要这样说了，别问了。如果要是看我天天问的话，肯定直接去看我。我真的没什么好聊。没有，谢谢结婚。我只是说这方面的，就是但是粉丝就是很多男生都还是很可爱的，说实话，都很可爱。都很可爱。我你说大家不要乱截，就是说我不知道这是啥呀，我看了半天不知道这是啥，我就直面说吧。我其实我男女我都挺能欣赏的，但是你说在现在在爱情这方面，我现在我告诉你，我不喜欢人类，我不喜欢男的，也不喜欢女的，可以了吗？我喜欢我自己。好，我真的是，我是说这个感情这方面，不是说不喜欢人你们的意思。谁在问？对，我只喜欢我的粉丝们。我只喜欢我的粉丝们。你期待的，我就我们只要喜欢我们的事业，是的，就大家也不是说普通人类吧，就与世隔绝。不要再问了，虽然有没有进来的人肯定没有听见，他肯定待会儿还是会有人来问，但真的是我们用恋爱禁止条例，然后每天的房间和直播电台都在说你什么时候你想找什么样子，你说我谢谢叔送了，你来跟我说这些。你自己想想合适吗？你摸着自己良心想合适吗？真的，我的
我的心只会给我的粉丝、我的家人、还有公司、还有成员、还有朋友。谢苏高送的巧克力，对，还有猫。家人说，然后就，哎，我们今天那个摄影给我们拍了照过后，他把一些花絮发到了朋友圈，谢友去送了巧克力玫瑰花。然后他因为这个事情，他开始不知道我们是爱豆，结果他发朋友圈过后，有人评论说我们俩是爱豆，然后他就说哇，你们居然是爱豆，因为我们好可爱。我的猫叫米糕。就是你一旦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你就不能就大家松懈，你不能可以。他你不知道吧？我说你叫我七七，你叫六。今天拍的是那种很漂亮的风格，很漂亮的风格。我们没让他修图，因为他不修图，我们自己修的话，那个价格会便宜一些，会便宜。谢曲玩具上课送下来，我上不上学，你好好上学就行了，不用问我什么好有什么事儿。谢不知取什么名字，好送的千人奶茶。这是很漂亮的风格。谢霍雨飞送的吃个巧克力。我不在现场，不然我有破。太多高了，这张我觉得这两天就能看见，因为我们自己修嘛。我只是不感叹一下。谢雨月送的玫瑰花，没有刮鼻子。后面几天要拍一个舞，我去拍一个舞，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我们是允许他，他还问了我们也可不可以发，我们才允许的。我们普通同事。谢中间他归于人海送的荧光棒卡了吗？现在呢？现在卡了，应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重进一下就好了。卡。谢谢连连送餐员，送夜蝶，谢谢送餐员的夜蝶，希望我们都能。天天好心情，不要被烦躁，对对，不要暴躁，不要焦虑，对。我这几天真的是又焦虑又暴躁，就是没法，也不是没法静下心来吧，就是情绪上是这样的。不，你先说你因为自己的这方面比较焦虑吧，然后你看到房间你会很暴躁的。这明明是我的口袋房间啊，是公司给我的口袋房间，这个口袋房间应该是跟粉丝交流的地方，应该是一个让人开心的平台才对。谢中央贵人还送你个，这是就是你自己，结果你会感到暴躁，就我觉得这有点病态，不是正常的。我知道，因为这样真的，你们有很多就是就是大家。谢苏颖送了荧光棒，就大家看到我可能就应该是很开心和大家聊天，然后希望大家其乐融融的场景。然后现在更多的是在维护这一个秩序，然后很多人也很就是也看着也很烦，我看着也烦，大家都很烦。而且这个事儿呢，怎么说也不对，大家就说至少也是被人看到的。谢七吃了送的玫瑰花，但是自己衡量吧。谢芝士蛋糕送的巧克力，主要是我平时很喜欢翻房间留言，网上翻，然后甚至会跟大家互动。现在，然后网上现在我网上翻不了了，说实话，我翻不了了。我看很多。就比如说我自聊聊点什么，这个是青黑头留下的那个微创啥的，就是很多其他的房间就是说什么，那大家都会围绕着你说什么，然后跟你聊很多饭很多的消息，然后这里就是直播吗？有 QQ 吗？有微信吗？
我想着无语。谢中央公园还送了一个，就是说，我宁愿因为一个什么什么啥事有人来冲我，我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留言。我的，我快，我就我真的 PTSD 了。我怎么感觉，反正热度会过去的，真的。反正抖音热度也差不多过去了，相信，因为怎么可能有人一直都红，反正我觉得再过两个月我的热度可能就下去，我就没这热，就快手上可能就不会有我的东西了。没有下次。我没觉得我，你觉得？哎，快手我抖音我超级火，你觉得我今年就能进圈吗？这真的是。我真没有觉得。这就是感觉这个。怎么说呢？我感觉现在这个时代，真诚的人太少了。卡了吗？今年神奇就差你千万票了，真的是。你这样没卡吧？没卡。我说的是疫情原因。对、啊。就是。反正就是怎么说呢？我其实之前就是很容易相信别人，我只是随便给大家聊聊，就是真的就是什么能够就是说什么，我就很容易相信。但是后面，就是这个世界上，感觉真诚变成了一种非常宝贵的东西，真的。我都别剪，别剪视频了，别剪了。但我感觉现在。太多人都缺乏这种东西了，是单纯喜欢送的菜。当然，肯定说的不是说你们，我是说就拿他那些平台来的人来说吧，但凡他们能真诚一点，你就不会这样。让我消失吧，我隐身，一个隐身术。什么眼妆？送你别说那么大，你说我都花了，今年再说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都就会无语。马上一年了，没有你的四个要来，我不知道该，我就想到这个，我真的，我忍很久了，真的，我忍很久了。我发际线就算再高也不会变成地中海。真无语，世界奇送的巧克力。公司已经很好了，反映了他也去跟微博说了，真的。我就这样大个头，那你可以给我赞助一点礼物什么的，让我有钱去植个发际线吗？那你就不要对我指指点点，真的。谢谢专爱七小林送的七个荧光棒，谢谢青藏高原雅拉送的巧克力。我了解了一下，大概植发际线大概要两三万吧，两三万大概就是。怎么说呢，几个用外发店，就是你要是正常指指点的我的发际线，看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就是对。谢谢恋七送的巧克力。30个。真的是难过的，想一下，不要对我指指点点，打着分数。当别躲起来，快把话说清楚，别沉默，要为自己辩护。
就让我因什么微珠，确实。你要真的想给我提什么意见的话，我不跟你给我就是看一个动画，然后我可以让你给我提一个意见。没有我不是相机，我是手机，我是 iPhone 12。就是人家平时天天就为我应援，然后帮我做很多工作的，然后给我刷礼物，都没说什么，都没管我，都没怎么样，就是。哎，谢谢他刚才送的亚松的巧克力，我要，反而有些人还会来指点你，怎么又卡了？会吧？啊，我这里的那个什么数据是不是卡的呀？找不了，就是。大家不要慌。好了。姐姐。你给我带着。然后我后面那天去翻，确实就是不要对我指指点点，我就这样。没有一个觉得很。再有怎么不好也是慢慢那种是要进步的，我也比之前好了吧。我没有流泪，这是亮片。对呀、啊，真正喜欢我的人是真的爱我的人是不会让我为难的。啊，那我确实有信号，因为我没用过信号这个东西。能不能把我名字打对？但是你上次给背书过。谢苏高送的玫瑰花。我平时我在留言板上多看看那种真正喜欢我的人的留言，然后点开也全是那啊，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你觉得？当然，我的心情已经被影响了。就是你怎么说呢？我感觉这个环境，这个就是我的口袋环境，我的口袋环境已经变得奇怪了。本来一直都很奇怪，但我觉得很真的很烦，我会很烦。就是你本来你好呀、小贝，你本来心情很好，点开你的直播间，哦不是点开我的留言板，然后或者你本来很开心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点开留言板，有些人还会给你突然给你泼个冷水啥的。谢谢我去送的神奇魔方，谢神奇魔方，希望这个神奇魔方让我们都能少遇到这种不顺心的事情。我忘不了，他们也不会让我忘。我今天就要开这个吐槽大会，我今天就要吐槽那些真的。他们不爬呀！谢小火龙送的巧克力。所有人都后悔的。反正这不是说很多人都是觉得啊，你有这么多人来看你这么流量，你还不好吗？谢谢泪下送的巧克力，我就想直播间全是我真正的粉丝就好了，就够了。那我甚至写的信说我们两个会越来越好。我不是一定要弹幕多快，显得你很火一样。我本来也不火呀。你给我写的信，我都不知道怎么。本来也不回，我在这里。想我的夜，要真正想了解我的，他们不会这样子的。他早就写完了，因为我上过两个。就是真的很，哎。进不了。你别说快乐，我现在看到这两个这个软件，我没事，这软件挺好的，就是里面的人，有些人部分人，对会劝退，想入会还会劝退，一直看我粉丝，他们其实很容易会被以前觉得很烦，但是饭偶像都是就开心啊，都想开心，那你房间就这种乌烟瘴气，全这种东西想看，我自己都不想看，真的，我自己都不想看，别说你们了。真的我也很烦，我今天超级烦躁，也去看了我们之前，我就去翻了一下我之前给你写的，大家也不想留言，然后留言板也全部变成他们全部在聊一些有的没的。这里是口袋四八，
50块甚至口袋四八。你见过在你试试你在口可可的粉丝群里面提百事可乐粉丝群，你会被冲吗？真的是。然后你现在看就觉得，每天拉黑至少5个起步。谢谢时光飞机送的荧光棒。你看不到自己吗？少了。其实最开始你觉得他们的话还有些话怎么说呢，可能是不懂吧说出来的，就禁个言吧。现在我直接拉黑，全部点拉黑。你好想跟我交往，但是你不配，你确实不配，拉黑。现在故意让我笑是吧？谢陈曦送的抽烟奶茶。不是磕不磕，我真的是你们经常在六六直播间问七七，你觉得这样的行为跟我说的，你觉得我会赞赏你吗？就像很多人在我这里每天问六六一样。拉黑那句，哎，就是我就要说，我不管我，因为他已经不是那种每天就偶尔几条那种了，他是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影响大家的心情，影响大家我们的口袋房间，真的。你们拉黑不了，只能我拉黑。切奇都送了巧克力，这已经不是下不下场的问题了。就是说，大家心情都不好，大家每个人都被影响。我肯定就得说呀，我这么就放着他，大家都这样，然后我像一个和平的圣母在那，我做不到，我能做到啥？我组能组织个啥出来？谢爱丽莎前面送的玫瑰花，主要是这么几天了，我觉得我也没觉得谢由他送的这两个能有个啥？你不是我不来了，很多人喜欢，只要能有人谢金湖。送的奶茶就有说什么，别人就问一下直不直播，你还要就是怼他。我现在我不行，你礼貌一点的我觉得还好，但是像今天说那种好像搞得是我的错一样，不直播就是我的错一样，我真一个星期没说，那你肯定要活跃起来呀，因为好像很多人要加应援群，但是有很多就是不活跃的人，希望大家说话的那种。你可以再加，可以再加。19年都不对，什么快电波？刚刚看那快电波的，也没见他来看我直播。我确实想怼了，那个花荣 APP 到底是干嘛的呀？就是已经开始在我这闲聊了，闲聊，懂闲就是知道闲聊的意思吧？哎呦，扣大，真的吗？我等到去下一个看一看。就是说这种，可能他们其实也把我这里当成一个。QQ 群，他们可能以为这是一个群吧，应该是吧。就应该跟可乐一样，但不是这样，是我们一起互动一起聊天地方。现在就是像回送的，不是他们聊自己的东西，什么王者多少星，什么吃鸡啥，我真的是，那还不救了口袋里面吗？都带了个蝴蝶结，这个人你再不把我的名字打对，然后再发这么弱智的发言，我真要送你拉黑了。我不是看不见啊。今天拍照很开心的，还是很开心的。我忍不了，我觉得就是放他们一直留在这里，他们也这么久，他们也不可能
羡慕西送的送了七个七金，他甚至很多羡慕西的七个荧光棒，就是他们也不会去，甚至连一个头像一个 ID 也不愿意改，就一直就在这个里面，就是说让你直播，让你直播，让你直播，让你干嘛的。你看，就连现在我说了这么久还有，但是肯定是新来的。瓦西再多也没有用。我这里不是一个，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意义在哪。你这么急的催我直播，是充了很多鸡腿没有地方送，这么急吗？我后悔没有用，还是怎么？我觉得公告都没有，公告有了也还是会有人说，还是会有人说。除非你让以后走的每一步都不会后悔。我没觉得他是，不是他这么多人是真的在想我，他们只是觉得看到一个快，就快手上看到一个比较可爱的爱豆，然后下一个 APP。就是想体验一下直播，然后跟他们互动那种感觉，是来互动啊，但是能不能正常互动呀？正常互动就不是说要 QQ 要微信打王者，问你什么时候找这种的。就是。就他们也不去补档，谢谢云云爆发送的千万，直接问什么，他想进云云群节目什么，问一下大家公演的名字是什么，他挑第一个用下去什么。你要是真的喜欢我，我觉得早就去补档去看了，不可能不知道。然后还要进应援群，就我们更主要的工作就是跳，就是上公演，然后干嘛来着？然后更多的，谢谢秋中的跳舞，就那种，这种物料应该才是最多的，应该才是最主要的。就我觉得应该最主要是去看这些。不是，不带这么搞笑。对，我是会。你要是想跟我讲话，你可以去电我。谢谢苏高送的荧光棒。又不是没有机会。谢谢登登送的荧光棒，谢谢雨月送的荧光棒。不想说，我已经不想说了，我累了。因为最近要放假了，我就吐槽吧，只能吐槽一下。我很无语。然后本来破着，现在到结婚了是吧？就挺开心的，主要是很多那种发言，太尬了，就是更特别会很影响。这样是粉丝，这样是粉丝送的荧光棒。哎呀，要没电了，不说了。反正我就这样。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就那不好看，就是这样的性格。我现在充上电了。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就是今天说到这样，不要去想着改变什么，说哪不对。我真实想法就是这样。现在才知道东西，因为本身就是在他们眼中的过客，还会有下一个。放多久？好像没有很久。这好像真的没有很久。我想要这种情况改变，我真的比任何人都想，大家肯定跟我一样
想让这种情况能够改善一下。真情实感没有错。抒发一下。就是，除了这种小学生，可能就是比较低智的发言，然后很多那种成熟的人的那种污言碎语，更就是更多的是看到这些骑楼送的送奶茶，我还是我就是我本来就一直在的这些粉丝，就是还有或者是新入坑的就跟他们不一样那种粉丝，既睡不着也睡不着送的奶茶，就真的喜欢的粉丝一直在维护，但我看到的更多就是那种。脑子里面一天不知道想些什么，很脏。其实私下说还好，他会艾特我，就转发艾特。你说看吗？那没办法不看到哎。三十字啥三？大战寒假大战是，没事，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学生应该还是比较，哎，你吸的新粉，就是我真的希望不要有其他小偶像被这样影响。你觉得真的是新粉吗？愿意了解？你到这样。我不想温柔，我不温柔，就是你们可能平常看懂，因为我想发火，但是我不能发火，因为你不能就是像那种小孩一样，想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生气，你要考虑到更多的东西，更何况。对呀、啊，我知道，所以被而且有些时候官博下面也会吵起来。微博我举报跟你们举报是一样的，我可以公司说，就是说我们官博姐的跟我说，有些粉丝直接在官博下面吵起来。就他们也知道，还有什么抖音私信呀、啊，全都是。主要是他们又不来看公益啊。多来支持一下我们 B 这公演多好，主要是他有不来看公演，然后平时老说有的没的，现在秋山是个肉丸送了秋山奶茶，就是，哎，谢有趣和无趣送的玫瑰花，什么是公演？公演就是演出，演出，你别说是小燕家的被打扰了。各家都被打扰，我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其实这样的话别人的粉丝可能也会觉得很膈应，是我的话我也膈应。谢谢送餐员送的20多玫瑰花，对，控评咋了？控评怎么了？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就是顶着是我粉丝，就是说什么什么 ID 啊头像去别人那乱说话的，或者别人粉丝那乱说话的。我都有屁屁黑了吗？没有，控评还好，控评当然正常了，大家正常控评。谢谢，这啥送的巧克力？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怎么去不尊重别人，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因为我反正我知道，就别人肯定也不舒服。谢谢正义伙伴送的荧光棒，抖音上不少，我抖音上看到的真的不少。但是你自己想想，我和我的粉丝们又做错了什么呢？我每天正常吃饭，正常直播，正常聊天，也没有跟去对别人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觉得我没有做错了什么，然后影响到别人的时候，其实怪的还是我们。就是希望你
就我和我真正的粉丝们最后来承担的，是这样的。你们还好过我，其实很多是会让，就是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哎，缺的是真心无畏，还有勇气。我很淡定，我今天不淡定，他们可能就是这样子出去无所谓，怎么怎么样没什么，最后遭受那种完美的偶像也很多，非议的还是我们。或者我也不知道，是我觉得比我好看的，比我跳的好的，公演比我跳的好的，公演比我跳的元气的，就是很多。为什么就我就快手上那些谢有学武送的巧克力，也长得确实也不是特别好看，我自己知道，就我的粉丝肯定有粉丝滤镜嘛，就觉得你很好看。你尬我，我说真的，这个大家有粉丝滤镜当然就是这样，但是你现实说你真的就是跳舞又比你好，唱歌比你好的，长得比你好看的，比你可爱的，比你元气的，比你高的，比你矮的，矮的应该没有。我自己都很奇怪，也不是奇怪吧，还不太想不明白。我粉丝可能更多就是，其实更我觉得就是留得更久的粉丝可能肯定更多，还是因为我的性格或者是之间的一些羁绊，而不是因为你的脸一直会喜欢你几年好几年好几年。我觉得不会是这样子的。那我平时我之前看韩国女团，我喜欢的那种妹妹可太多了，但是我就是比较长久喜欢的就还是因为他们所带来的那种感染力，或者是就是怎么说呢，人格魅力吧。你看得懂吗？你会做吗？你做懂吗？你干了了解吗？对啊，去玩这个吧。我说的时候，你们微博底下都，哎，别说了，更别说别人成员微博下面了。我想刷个我们 B 站的抖音，我都不敢点开评论区。我不太习惯，就是。做什么他们就会有一个就会就是会有，其实我感觉哇好厉害呀，你好厉害，然后看，但是你很容易换，也不是就很容易加推或者是墙头什么的。对，我确实会直播像什么，但是你一直能喜欢到很久很久的，那肯定不只是因为脸，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业务能力肯定会有。这只能是说最开始让你吸引到粉丝的一个入门点，应该能说这样。其实是探讨一下，而且我其实我觉得我总选前直播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挺不会说话的，就是很多表达不出来。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就是很多因为之前可能太端着了，现在就是把真实的我那想法想怎么说我就说了。其实我觉得其实表达可能也没有那么难，就可能是我因为当时其实总选发言稿也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准备，这可能是我到现在的我自己的一个心得。我有啥我都觉得我没有啥风格，都试试不要端着。我现在已经不会告诉黄一子，因为我们现在不住一起了。不张扬，就是有时候，就比如我昨天想分享后面很多的重点就在，你会做 PPT 上，我们顿时没有了想。我现在就是什么就说，我不能，就是你不说的话，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我当然知道大家肯定不会走，但是就是很多，就比如说很多人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自己有你自己受委屈或者你自己怎么样，你很想让别人知道。但是你又不是不说，你死也不说，你有希望别人知道，然后别人真的不知道，然后正常的做自己事情，你还觉得他不知道，你觉得很委屈，你还埋怨他。但是其实很多事情你得说出来，确实说出来别人才会知道。但我又不是傻子，
我这里每个人都很正式，因为大家毕竟其实我们的距离相比于很多大明星家的距离也算蛮近的。我以前看书，嗯，就是你得说出来。那你说我什么没看过？旁边是六六。作者我可想不起来了。对，今天春晚是真的。没有啊，翻译是真的。你初二班怎么还管这种？我家书现在不能偷偷难受，现在难受一起难受，也不说一起难受吧，一起。谢谢拉拉送的玫瑰花。蓝雨海，这个我都看烂。分享。就是说你可能自己伤心了，然后你就是你自己偷偷，但是你又不想，你又。你又想让大家都知道你在伤心，然后发现大家跟你说的话还是那种怎么的，然后啊，你这样不太对。对啊，我之前就是说，反正现在我觉得我这么久了，我感受到就是更多的需要，就是我和我的粉丝们，因为我觉得粉丝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也不是东西。就是非常奇妙的缘分，就是不应该是那种特别超级那种有怎么说有距离感。我觉得不能端着，不是说不是东西，也就是送的巧克力。就我觉得大家很好，反正我。我说我真的粉丝很好，不是说那些粉丝，那些可能也不叫粉丝。没有没有，我说不是说东西，也不是说你们不是东西，也不是说你们是东西。很好，就是感觉这个联系非常的，就是奇妙吧。就比如说在外面，就是比如说自己和朋友啊，自己和家人啊这样。谢谢重生只推，重生只推送的夜蝶，为什么要重生只推？重生我，谢谢重生只推的夜蝶，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越来越棒。是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是一种，就是被需要的感觉，就是我需要你们，然后你们也需要我。这样，我觉得这样就是这样的，这样才是比较正确的。像大家，大家重生我，应该是这样，就不能就是说啥，什么偶像就要高一等，粉丝就是要低等那种感觉。就不能这样想，你这样想，就大家就会，对啊，越来越远，肯定不能，就是这样。是公平的，不是因为这，我觉得这个联系就是一个相互，它是一个这样子的，那种箭头。而且你想一下，你出去你要是难过了，哪有这么多人又就是听这样安慰你，每天就是在房间里安慰你，然后怎么样。其实就是感觉就是有时候还是挺好，我就是说之前我就说之前房间状况还是非常好的，不会难过，大家都愿意。反正现在那种状况，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这个热度，从我过圣诞到现在一个月吧，谢谢雨月送的荧光棒，我觉得差不多下个月能结束吧。不妥。这种网络热度其实过去的很快的，
你就说，你看抖音上那些网红，这个时候火一个，然后过一段时间又火一个，然后你后面你慢慢的你就会就忘记之前很火的那些抖音网红。比如说现在，你们想，之前的那种很火的抖音网红，你们还记得是几个？就是2018年、2019年那种火的。元气怎么没火？对啊，热度都过了，我不会一直。投票来了，投票来了结束。你说这我都不知道。你别说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田一鸣，也是也其实也没过多久，就是反正热度都会过去的。我不知道老爸是谁，你们说的我都不知道是谁。确实不知道，反正早晚会过去的，现在就是只能等待了，因为你肯定杜绝不了，就是一下子切死，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现在没有我，对，之前什么小霸虫，应该是。怎么说呢？反正总会过去的。我希望他快一点，就是快一点吧。我现在还我一个祥和的氛围，还我一个美好的口袋房间。真的，我晕了。微博上也要晕了，真的。我相信光子。北巴不给我以示资源，我都不想来回了。我还敢说我自己之前把我的眉毛画，把我的眼睛画到这里，我还想多跳舞呢。然后去拍了跳公演，我还有很多喜欢的，还有很多喜欢的公演曲没有跳呢。对，这不是水珠，这个是亮片。喷子，你要看什么喷子？喷子就基本上都被拉黑了。我肯定不在乎拉黑我的，我为啥在乎那些人？但是我是会，我是会吐槽他们的行为。我就拍尬剧，他别拉个投资一个拍尬剧，给他拍尬剧吧。确实，这个光现象有点奇怪。但是没有这个光还好。属于我的时代，别，我没有那么厉害，真的。拍到是没有想好，不想去想，该想的事情、焦虑事情太多了。什么翻译？我有好几个推，换来换去就是退一个又一个又一个推，然后但是公交车上海报见到我，真的假的？就是我不太可能。可能只能有。又来了，我就是我算了，我不想说了。前辈，就是说跳舞，我真无聊。其实我的冬日我是跟一个 B 站 UP 主学的。谢谢藏在青涩年送的大理姐，但是大家，但是我还抽签啊！我没说他。但其实，我最近就是一个 UP 主翻跳。我在想，就我在想单人赛道这种会不会有点麻烦？还不如我有这样想，就那我又在想，要不干脆直接私下里组了算了。就是，不是，就有这样说说，还不我和六六直接组了算了，就拍我们俩该拍的东西。但是，怎么说呢？是报名啊，其实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是六六也说可以。
没有，他没有不要我，黄医师是不是？啊？没有说不想跟我组最佳拍档。没有啊。对吧？他就是说现在组也可以。再说。他又在说了，没有，现在不是这样说的。我感觉，其实我感觉那个几率有那么一点小，真的。没有，他没有，他没有不想，他是想。因为我也会害怕，就是去拖累，就是前辈什么的。谢谢拉拉送的玫瑰花，或者是我真的有顾虑，就是你只是自己比较单纯，比较就是欣赏前辈嘛，但是哎呀，去年拍档怎么到前四的，你说呢，真的。就我不要，这不是上面子问题。谢夏又雪送的玫瑰花，这就是大家可能有时想的太好了，但是实际，因为我反正还是肯定有顾虑。再参加来说吧，反正很多人也在，但赛道。对，我因为我感觉我自己，对，我就是，想不想就是，因为其实我不想让前辈就是感受到开心，虽然就是说不是说我会让他，就是说，如果这个就是那么几率对那个，对，我不想以后会发生的事情会让他开心。就是各种各样的。有些评审都不能统一概括，这是总结不了的。每个人都是这个个体，而且我跟您说实话，我根本不会。那确实，肯定不就是你不想被影响。但是我会对每一个粉丝都是有。是很多都，我们美白也有走单赛道的呀。大家都熟悉，这是啥？有人？你们的性格，还有，反正就，相貌都不一样。走一步看一步，就想，也就是说想的非常，想象非常的好。那只是一方面吧，一个方面。哇，对别人怎么怎么样，对我怎么样，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就是我和你之间的。都在这里，就是你也互相，其实除了你，比如说我其实也是新人，好吧，也不算新人了，也有一个一年多一点，其实也算没出道多久的新人，还是算很多方面可能不太。就比如说如果是以现在的自己再去参加昨年的最佳拍档，我们的舞台肯定不会是那样子的，就每个地方不一样。我就说这样比喻一下，我不是前辈。哎，我去当男一，谁能当我的花呀？你别说，你别说我。哇，你们刚认识都一见如故，看来你们说，你们说真的。六六。不知道哎。当，换一种风格，会不会真的会少一些那些污言碎语？我也想做我自己，根本不会说是会忘记的，真的看得无语。就比如刚才有跟我送礼物的粉丝，我就知道他是很久很久之前。嗨。就
就是随便感慨一下。我觉得不管你怎么样，但还是那种思想龌龊人，就还是会那样说的。六六在旁边，我们俩在一起，我都不知道毫不言会，我没看到是谁，数字，他太多数字了，不想管了，不想管了。不要问我，不要问我会什么疯。当时你骂我也好，就是怎么说也好，就是我反正不太能接受说那种。不会忘记，就是对我来说。我好，我自己，我应该是我自己没。嗯。我很容易健忘，你想的，但是很多。我不是很饿，说实话。盯着，大家都是我的房管。我没有看到刚刚，不要说谁谁谁谁脾气好，我们俩脾气都很好，只是有些人的出现没法让人心情好，知道吗？大家谁不想心平气和的去说话呢？谁不想开开心心的微笑面对每一个人呢？成都啊，工作谁不想？对啊，谁会一开始就对你冲你发脾气啥的？对呀、啊，脾气不好不代表没有底线，真的。但是我跟你说，你们是两个世界的。哎，我真的我是谁又在那乱说话？我真的拉黑。我感受到了。举报不过来了，谁拉黑的人多，我现在就要拉黑你。我太喜欢拉黑人了，我不能说太喜欢了。我本来谁想有事没事去拉黑人呢、啊？真的。就是你不是说你明天休息，也不是会上瘾的，你会觉得那一刻很爽。真的。你说我。你会觉得那一刻非常的得到了就是解气的那种感觉，他们 ID 头像都不带换的。就是甚至不愿意去换个 ID 头像。咱们不要去，觉得虽然有时候心梗，就是欢迎大家每天来我的房间看留言，看留言，你们会真实的感受到心梗是怎样一种感觉。就本来只是个形容词，但是你真的会在这里体会到心梗是什么感觉。一开始觉得好像是这样，就是很多真正想来了解你的，还有一直在的粉丝，他们看着都会心梗，我也心梗，我也不想说话，大家更不想看，然后全是他们在说些有的没的，什么麻袋，什么那种什么男女朋友啥的啥的，大家都要破防，主要是。嗯，就是有些我真正喜欢我的粉丝，有时候去发言，还会被他们怼，谢会卷起小宝送的巧克力，还会被他们攻击。你刚刚说的肯定是不去啊。就是不止一个两个了，我看到好几个都被怼了。很多的。就是大家来你口袋房间是来开心来留言的，不是来被怼的，真的。我的粉丝每次不仅看到留言还要心梗，还被怼，叫什么，真的还被怼，就是因为大家也是普通人呀，就是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好好上学的普通人，莫名其妙被就是明明你开饭个偶像开开心心的，然后你在卡了吗？现在看淡了，我看不淡了。我最开始一直就是保持着一个佛系或者是看淡的态度，我现在不行，我忍不了了，我要重拳出击。我确实很不接你。
我真的要开始重拳出去，我要。还开开心心的啊！我要吃饭。嗯。突然，哇，好神奇，好可爱呀、啊！然后突然，过了半个月，我为什么会电音？啊，想换一个世界生活的感觉。我本来还是有很多，这个口罩不是很多美好的事情。但现在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从点开它，已经开始觉得变成了一种，也不是说负担吧，会让心情不好。我要就是远离这种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开心了还会年轻，还会变漂亮，生气还会变丑。就是可能最刚开始不能抱着一种怎样的心，就我会抱着一种、啊、说不定正常人更多，我说不定还就会更多人变成我的真正的真爱。现在这么久了，我觉得我观察，也不说观察一段时间，大家也这么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得骂，也不说得骂，不是很正常，真的很正常。我们重拳出击，该出手时就出手，没必要解释了。哎，我刚才那几天特心情闭合的，就在房间里面说什么，大家都不要急，耐心一点，耐心的了解，慢慢了解。其实我说了很多这样的话，但是我发现，不超过一个手指。就是一个手掌的人愿意这样耐心的来了解你，就是你一个小偶像。觉得怎么的哦，我觉得不是。你说那么些没有用，就是这么说没有，我因为我那几天一直在说这些事情，一直就是超级端正。谢惠飞送的秋天的奶茶，没用，真的没用，就你现在就直接，他们外面小孩来一个拉一个，我反正我看见我就要拉。也不是全小学生吧。很多可能也是些成年人，真的，我觉得会有成年人，哦不，我觉得也没有，就可能是16、17岁的肯定有，但是我觉得成年人至少，就是除了那种特别，就是怎么说呢？但我觉得成年人还是有思考能力，好吧？我觉得没有成年人，我怎么感觉那堆人没有，里面没有成年人，真的有吗？你们有成年人吗？怎么可能？成年人那就是故意的，那就是白读书了，这么多年可能没读书。好，那没事。他的平均年龄果然跟我之前说的一样，我的直播间平均能力真的是18。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没有读过书。就人最基本的道德礼仪，或者是，就是我觉得是个身心健康的人都应该知道。你们别尬了，你们。我真的是。我都没有办法跟我的粉丝们正常的交流。我看到他们就是想着啊，就现在风气很，我思想品德课，我觉得他们要真的想听懂学进去，我觉得早就知道了，不至于活了这么十几年也心理上也这样。我和六六粉丝，我人家六六粉丝不是我的粉丝呀，除非是双腿。他们可能就是不写作业，不然每天脑子里面都是那些
就怎么弄？我没有，我先下那个雪松的巧克力。因为在网络上发言是不用给自己负责任的，不用负责任。对，这么没有空，天天在这闹腾。你看，你看我的之前同学，之前有时候放假来我这儿说几句话，也不也没有天天来呀。那其他时间不是我。就比如说很多啊，老师呀、姐姐呀。哦，就是公司的姐姐 staff 嘛，或者是成员，这样对我说，说什么，你比之前更成熟了，一个东西，就是，总不可能，我也不想，总不可能偶像吧，但是，就是总不可能，你现在，就是粉丝都觉得你不对了，你还要把姐姐还，你还要觉得，不是说，这是不是你想的，是想不想的问题，这是我的感悟，你不得不，就颠倒过来了。他们总有一天会被惩罚，你不得不这样。要是一直还是那样的话，是没有办法。当然不能，对呀、啊，不能。就像总选舞台上我说了个啥，谢雨月松的荧光书就不能做一直躲在后面的那种小孩。是双相互的。现在。得站起来。你就只记得这个，冲在一线就是，不要维护我和我的粉丝的身心健康。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说实话，我们现在，我觉得再这样下去，大家都要得病了，不只是我。我们一空间当然没有输，我们一空间也很好。我的微信怎么扣费了？可能我又什么续费没有关。关什么？台柱子，我爸说台柱子。虽然空间的环境但是那样，但是我觉得它也是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地方。而且你们总觉得自己多不会有人，哇，你现在喜欢的更多，多一个我才是我，这无所谓。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柱子，至少对我来说不重要。你预测再说，来，工具人来谈，怎么说呢？怎么又聊到这里了？不要最后走，我的感悟。我爸不是咬谁，今天给我妈不给我爸买纪念品。我爸说你们买一点好的，然后我还一次拍了一个奥特曼过去，说给你买的这个适合你。我拍了一堆奥特曼过去，然后我说这个奥特曼特别帅，超级适合你。然后我爸发了几个哭泣的表情，奥特曼，但是那些奥特曼我不太认识，我爸可能也没看过奥特曼，我爸没有看过，我们路上看到，但是我们买的肯定不是这个。我跟你们讲，我最近不是在看那个，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说，我老是看一个那个买手镯的那个账号吗？抖音账号吗？我发现他砍价特别厉害，今天我和六六就去砍价，还真能砍。就是你先，比如说他说80，不是45，直接说30可不可以？然后没有，然后他说不行，最多40。那我说我们各退一步吧，35。买什么呀？我没有，我买，我忘了买啥东西了，买些小玩意儿吧，什么东西？真的，你可以试试，很好用的，尤其是主要他们那个卖价那么高，他们自己也心虚。没有卖不了那么高，他们自己卖不出去，真的可以去试试。比如说100，你直接说60，然后说不行，他可能会跟你说80或者什么，那你说各退一步，那70吧，各退一步吧。
直接对对对半看，正规的那种专柜肯定看不了，就是那种小摊子很好看。对你说不要了，那我再看看吧。然后他可能还会叫住你说，哎，怎么对不对？所以我很看重这个，我就非常看重，然后我就会很愿意去珍惜。大家这个方法可以去用一下，真的。我们各退一步。不说其他的，我说其他的没有，就是我会比较纠结于这个，就比如在那边做的。真的可以试一试。非常厉害，我们今天砍了很多。店员小费这种怎么能砍？你要跟公司砍呀！谢谢夏天雪送的荧光棒。真的，他会被你，他真的还会退一步。他我各退吧，我也退一步呀。然后对，差不多，嗯。可以是买菜的时候可以试试，但是买菜的不一定啊。你就那种小摊子买东西可以。谢谢天堂太极，谁陪我下地狱送的荧光棒？啥 idea？成就越多的话，你就会觉得压力越大，责任越大。不是说你能做好，你好抠呀，还把荧光棒喷成2.5毛。不管你是荧光鸡腿，这个你们再去问。喜欢我，大王。我真的，哎。反正我感觉他们有些卖菜可能会跟你吵起来，还是建议在那种小商店那种地方，没有明码，你算明码标价的，而且可以砍，就不是那种全国统一。对，22人工年，但是我不在意。今天我买了一条裤子，他好像是说45，我今天30买的。谢谢7777，然后送了4个荧光棒。就是一个卖衣服的地方，他本来说35的，我说就便宜点吧，30吧，他就好吧，30，就是一个，就是那种地摊衣服的那种地方。其实那种衣服还挺好看的，说实话，我还蛮喜欢逛那种的，没有，就是那种正常的衣服这样子，就是很像淘宝的那种爆款。谢谢七送的荧光棒，淘宝上可能买100多，然后其实这里的那个条裙子可能也就几十。因为我觉得那些衣服的料子看起来，其实我觉得成本会很低，能看得起来。我不困，我现在很精神。不想别休息不起来呀。其实你每次直播就播了这么久，你看到现在的还是那群人，就是熟悉的面孔，就是那种一直想催的，你看直播的话根本不会看到你现在。所以你一定要不管怎样，一定就还是大家不要太陷入在这里面。大家这都没催我，他们怎么好意思来天天催？你们为什么不困？你们不上班不上学吗？我知道12点。因为要是我职业就是做直播，那我肯定要完成，我每天给你播4-5个小时，真的是，主要是也不是一直要直播，主要是怎么说呢？我直播确实属于，就是也没有特别多，可能就这。肯定是按自己的想法来呀，每个人又不是都是一样的，不是说什么就一定要得一直营业，每天都播播。不管是外貌还是就是直播肯定就说想说话就说嘛。然后卡了吗？只要自己开心就好。然后还也不是全是电台那种，然后以后就是说你营业不努力，你看别人都天天直播的，你好像都不直播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我真的就是可能隔一天再播一次。主要是你一直直播，看找
换，该说的话，每天哪有那么话要多话要说呀？就是说，该说的话也都说完了，你话说完了，然后你还能说你每天能说啥？就每天这么跟大家面面相觑，然后能干嘛呢？跟大家说啥？整活，我现在有啥活能整？大家也会尬嘴，会皮皮了。所以人能说我？对呀、啊。难道说我什么？但以前现在其实都不是我觉得。我一直都什么？对呀、啊，多就是大家都会疲劳，我也会疲劳。我有梦想。就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任务去。大家也不能一直守着你的直播看呀。你的选择。虽然很有可能我不直播的话，有些粉丝就会去看别人。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这也是正常的娱乐方式吧。我看个大家也有自己的生活。他的脸上是有光彩的。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天天开心啊，自己有些时候我都没有说是谁，怎么对呀、啊。反正就是希望大家换偶像是快乐的，而不是花，就是花光自己所有的快乐，就不也不知道每天在干啥。谢雨月送的巧克力，轻轻松松的就好。谢雨月送的荧光棒。其实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些时候就怎么说呢？粉丝其实也就那么些，就大家看别人也很正常。谢谢大衣服送的拥抱。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谢木星的荧光棒，但有些时候，可能怎么说呢？就不好说这个事情，因为毕竟，我们的就是我的想法和你们就是看这种看别人想法是不一样的，就是思考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小公子送了巧克力，也不知道米高现在怎么样了。我才不直播谁说？真的是。但是终于有人要去睡觉了。别说了，我觉得米高不会想我的。我头啥什么是啥？我想快点休息。很神奇，我们就是想要说那种不太好的话，他们想说总有办法说出来的。其实我每天睡得还挺晚的，说实话。并没有，好像好久没有在2点之前睡觉了，是这样，是真的，不是说晚安就睡了，你们肯定也不是呀，我说冒个泡，大家也在，好吧，忘了翻牌了，救命。我好像那次从60几条一下子翻到个位数的时候，后面我就再也没翻过，也不是没翻过，就基本没怎么翻过，然后就堆积了挺多的，现在好像30几条，没有7天了，我要赶紧去翻了呀，拜拜。忘了，我都忘了翻牌这些事情了，就每天就是被看了那些留言，我就退出了房间。拜拜。